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伟哥，今天教大家如何玩这个台服版的啊《王者荣耀》，就传说对决啊。下载的话，我们要先下载个 TAP 啊，这两个 TAP，然后我们这个我刚好久没登录啊，它要更新安装之后啊，我们来打开要看一下。因为如果是别的网站上下载的那个《传说对决》的话，有的时候不是那个最新版啊，是要在这个 TAP 里面下的，是最新版本啊。然后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一个放大镜啊，搜索一下啊，《传说对决》，它这边有个热门搜索啊，第五个吧，是吧？就是那个《传说对决》，或者你自己在这里输入《传说对决》，然后排第一个的，我们点一下《传说对决》。然后这里就有，可能往下面吧，它应该是有一个安装啊，你直接安装，我就已经安装过了啊，大概在444兆左右啊。然后这边有一些评论啊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去看一下，是吧？好，下载完了这个《传说对决》之后啊，我们还要再下一个那个悠悠加速器啊，因为这个是免费的加速器啊，这个可以，毕竟如果你要玩《传说对决》，一定要下这个啊。然后我们点这个打开悠悠加速器之后，点右边那个一键加速啊，这个图标，传说对决的对面的一个一键加速之后，它就直接自动会帮你加速，而且是自动开启，相当于开启一个 VPN 吧，这样才能玩那个传说对决啊，然后直接登录进去。然后在这里面的话，账号我建议大家选择中间啊，中间那个啊，我们看这边还有超人啊。蝙蝠侠、超人，这里主要是讲一下登录界面的那个账号，我觉得要大家选择这个啊 G 开头的啊 G 开头的。然后这边它现在目前台服啊只有那个 UQ，然后就是二七啊，三七七。然后我先退出来，我看教大家要解码一下，应该。登录那个啊，GRANE 这个红点啊，这个是比较安全一些吧。那个 Free Box 就是红点，这个会自己注册一个账号，然后登录之后就直接做一些新手任务啊就好了，和王者荣耀那个新注册的账号差不多啊，跟那个用的差不多。不建议那个 Free Box 的那个，我上次就用的啊，莫名其妙就给我封号，我几天没登，应该是那个 Free Box 应该可能会检测到你这边可能什么情况就把我封啊，就把我。对嘛，反正我可能是，因为 CBOSS 在也要用方 VPN 才能登录。那好吧，今天就教大家如何那个下载《王者荣耀》台服啊，台服版啊，传说对决和那个如何运行啊。因为最近很多小伙伴也是看到我的视频说问我如何玩啊，还有就是下载了之后又不会进去啊，因为就是因为你下载之后没有下载一个加速器，有这个加速器啊，那个。你像那个免费的，还有一些玩，大家都可以直接去这个领取啊，还有免费领取的。